哎呀，这啥子东西啊？龙舟，好东西，打火。一二三，啊，走。又整过牛了可？啊，在那儿吹了过后都在个象山上玩耍。上回在那儿给人家整个羊子咋的哦？我们杀不起牛嘛，整个牛了可咋的了嘛？先把毛杆杀了。牛肉块到不到？天然鸡蛋，吃鸡蛋，有炖鸡爪吃，吃半个今天。你看这种牛肉不？没从牛背下来了。哎，二锅龙了，今天牛得对了。上回你杀羊子宰了我，牛我杀不起嘛，我一整我哪个块宰了牛嘛？哎呀，你太客气了。这个猫就拿来熬汤。哦，要得，上哪头？这儿。好，哎，切。二锅，那你休息嘛，我要帮忙杀。那你麻烦你了。哎呀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这个枪的话好猛啊！比挖火枪还猛的。嗯，我咋贵点了？人家都是就是卖香烟火的，肯定没我这猛。今天我看到我牛肉便宜，30块钱，我愿意带一锅的。30哇？哦。那我这个牛肉好值25万了哦。哎呀，你乱说！啊，真的30块不？我咋不加的25？哈哈。想象到来哦。哦。哎哎，话说快拢完。快拢了。哎。应该快拢了。还洗没没了？这个牛脑壳好肥哟，真的好，抓了个多。牛脑壳肥啊！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。这是我身上了，你慢点儿。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，一刷就白。整这么大个壳呀？哎，弄了弄了，来来来来。你弄你的。来，我坐坐坐坐坐。先坐先坐先坐。我们刷的对。来来来，你坐。我来这儿放货了，小时候。哎，你比我早哎。坐会儿吧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，我们马上就打整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快得很。我给你们监工嘛。啊。这种可以做梳子。对。梳子，牛哥梳子。啊，牛哥梳噻。到时候喊我给你做个梳子。嗯、我还没得手艺。我手艺好得很。哎，好。我。你把我祖传的这个盆子我整烂了哦。怎么？咋？我祖传的酒盆。哎呀呀，流进水出来了。烂就烂了，哎，你到时候我买我新的就是。我也买过一个，泸州的便宜货。你还是用得回，一次性的。来，一二三了，再给它破开。哦吼吼！哇，这个皮真的好吃，两面皮。跟你还差不多。先把牛头焯好水，今天只吃半个哈，剩下的半个晚上包超市。包超市应该巴适，这个。哦。牛头炒点儿是啊，下点葱姜、料酒，还有好久才吃的哦，我都饿了。快了，快了。饿了，这边都饿了，你嘛饿的这边都圆了，就是。正好带你们带酒儿，带酒带酒儿，先先吃我酒儿去嘛，走走。带鸡带鸡。走。再切点葱姜。大概现在桂皮白芷三来，烧点料酱香茅草，香不香？炒锅必把丁香干一浇，36克冰糖，加入清水浸泡。终于烧开了，烧开要打群沫子。哇，好多！这就是血水。一个不行了，大妈，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。你不是老油味儿吧？那个料酒味儿有点。哎，有点，我放了半瓶，半桶。再清一下牛头。阿公，点火哦！要得，开干。烧油，下入豆瓣儿，再下入香料，花椒一把，漏了。锅边放了料酒，一瓶蚝油，胡椒粉。再次放入，再加点清水，放入大料，还加点老抽，颜色不够。哇，太香了！放点生抽老抽，一瓶一瓶的倒。不，它这个料多。
那我放点盐吧。加点盐不？别放，别放寒了。哦，三号要转香火，卤两个小时。煮两个小时，开起锅了哈。哦，哦哟切！哇、哦！哎，小小把帽子戴起。人家帽子的好吧？再给上花刀，方便下手啊！哇塞，太香了！哇！二娃子脸皮比你脸皮厚一点。你看，哇塞，好有食欲！香不香起？香起啊！我都饿了。再来一把青红椒点缀，淋上汤汁。再点缀香葱一把 ，perfect， 就这个牛头宴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牛头宴来了，哇，来呀，我请哦，要得开干，请二哥，请小杨，来，我给你们分肉，我要这个当碗，啊，那个那个是圈儿，我拿帽子的时候，还没戴的，都叫大王爷，来来来，吃肉吃肉吃，谢谢二哥。嗯，蛮攀不出来，非常球场啊！跟阿公的阿公，你先坐，你是客人了嘛？不哎呀，跟阿公，你先吃，先吃，先吃，我这回跟阿公的。来，那好意思。来来来，阿公。哇塞！球球场，球场 ，Q 弹，特别的 Q 弹。小杨，我这回瘦点的，哎，你害怕害怕长胖了？嗯，你动得起？哦。免得把瘦弄脏了，你看我。哎，好斯文你们。哇，好，好辣哦！啊，好辣哦！辣吗？辣卤的嘛。嗯，球弹，对，这边的球弹，嗯，哇，哇，胶原蛋白，嗯，非常的不错，嗯，哇，这块瘦一点，这块干，瘦的没那么辣的，对，皮子有点辣，外向的辣，哎，外向的辣，哎呦，好烫，哎呦，烫手，烫手，哇。嗯分二锅，好呀嘞！哦，干了干了，干！嗯，吃的好吃的驴，嗯啊！阿哥来，给你坨瘦的不辣啊！我擦辣椒，我有点烫了很。哦，二锅不要说你啊，整！哎呀，从来不客气。嗯，大家都炸炸了。嗯。哇，今天这个牛肉可真的过瘾，瘦的。你吃什么？我吃的有香蕉的味道，没有没有？吃的有香蕉的味道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芭蕉有芭蕉，香蕉，香蕉啊！我们都吃了香蕉，小米椒都是我们家的。哇！我们下回要吃小米椒哦。哦。就不要弄牛肉块。好的。嗯。嗯。入味哈，非常入味。我在泡锅过半小时吧。对。没事。但卤的东西得三分卤，七分泡。两位客人吃好没有？吃好了，必须吃好了。啊，剩下的我们就当宵夜了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明天再见。拜了个拜。